陪你把家常，回味那抬杠拌嘴幸福的时光。老婆进的家庭不管就不得恩爱甜蜜，老婆开的菜你有人看清楚了，尽在天生一对。好，欢迎各位光临天津卫视天生一对，有请主持人英达出场。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三人视频天生一对，我是英达。感谢三人视频对于本栏目的冠名支持，爱要有你才完美，天生队由杰比亚特约赞助播出。啊，南城二哥，谢谢哥哥。来看长得又黑又壮是吧，耶，这个当然他实际上也是男人是吧，还是个小男人，爱听就这么说是吧。其实呢在家里面一点地位都没有，前几天跑到我这儿来哭诉来了，说那个要离家出走。为什么呀？在家里边没地位，我媳妇一生气还有什么东西往他脑袋上扔。我说结婚怎么就这样，结婚多长时间了，他说结婚十年了。我说你怎么刚想起来离家出走啊，是吧，你前十年你怎么不走啊，你猜他怎么说的。因为十年以前啊他扔的没那么准。啊，其实呢我说这些不是说南城二哥怕老婆啊，说他比较尊重老婆是吧，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男人的传统美德。其实在家里边小男人一点没什么关系，小男人多省钱啊是吧，那个钱都老婆管着，出门你就省得买单了。要英达老师跟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从来没买过单子。不是我不买，我这兜比脸还干净，我拿什么买？信吗？那个，总而言之啊，当一个小男人并不错。当然了，这个光我们男人说这个不行啊，还要请出我的搭档杜庆怡小姐，让她说一说喜不喜欢我们小男人。有请杜庆怡。哎呦，不喜欢小男人。你看，小男人好啊。小男人除了您刚才说这些好处，我觉得还有特别多。是不是？我总结了一下，您比如说，他利于家庭和睦，子女健康，邻里和谐。事业成功，计划建设国家发展，世界和平，宇宙统一。对，小男人就得拯救世界啊。这个今天来的这位嘉宾呢，虽然在银幕上扮演过一些大男人形象，但是呢在生活当中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小男人啊。哎，今天嘉宾是谁？哎，我们接下来就请他和他的老婆一块儿出场。好，掌声有请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徐锦江、殷祝平夫妇。好久不见。银幕硬汉徐锦江携妻子殷祝平做客《天生一对》。徐大侠追妻有绝招，二见钟情终获妻子芳心。说我是香港演员徐锦江，我喜欢你，我要跟你结婚。荧屏上的徐大侠为何会成为妻子口中的小男人？不错的哦。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令两位嘉宾的表现默契十足。听爸爸。什么题目？人机题目。现场突发状况频出，是什么让主持人杜静怡大笑不止、极尽癫狂？又是什么让大侠徐锦江潸然落泪？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天生一对》。是啊，不大。对，我印象最深，金毛狮王。你像一个疯猫。这个，问一下，你这金毛狮王，我也特别感兴趣。整个的片子就是，是带了一东西，还是整个就是翻着白眼演的？
翻出白眼。啊，多累啊！很累啊，头晕啊。怎么翻身教我一个？比如说我要那个看见一个坏人，他先去翻一下来，翻一下。领导老师，老师吗？啊，领导老师在哪？啊，领导老师，你在啊？啊，你在这里。有点像炸大饼。哎，这太厉害了。你这个，因为一般人演武侠就是大侠，嗯，都是靠那个目光如电哈。对。你这个居然就这样，仍然有那个大侠呀。一看就很害怕的那种，说明演得好，说明演得特别厉害。没有没有。那我得问问殷老师，平常在家里徐大哥也是这种很侠气、这种很爷们儿这种气概的吗？在家里那个形象是我的。我在家里你老翻着白眼。看出来了。这个家里边你是大侠。对，我是大侠。他是手下小马仔。我听说这个徐大哥追人的时候，追嫂的时候，那一开始还是很大侠风范的，嗷一下就追上了一下。没有，不那样。是这样的，要是徐大哥你自己说说，是不是特别有大侠风范？你说的那个不是大侠，你说的是猎豹。那就把那个羚羊就扑在地上。那么美女，您那也不是猎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怎么追的呢？没有怎么追啊，就是见到突然间觉得啊，这就是我要结婚的那一半。第一眼就是这个感觉。第一眼是在一个什么场合呢？一块拍戏？哎，没有，他那个时候还是军人。军人啊？对啊，而且也不是干这行的。对，不是啊，那你怎么会有机会就见到他？当时港台明星见一面很不容易的。我在路上走。什么？我在路上走。您是一路人甲。对对对，路人甲。然后他就忽然间看到您，然后嗷一下就叼回去了。没有嗷一下。不嗷。那怎么打招呼啊？我就叫另外一个女孩子，我戏里头的。另外的演员就过去拦住他，跟他搭讪啊，因为我不敢。你戏里的戏却拦住你生活当中的戏。对，戏里头的妹妹，哦妹妹，赶快就过去啊，跟他说，要我过，说先过去，说你让不让，等我。应该是这样。然后您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女生把他拦住了，拦住了，跟你聊的是什么呀？他就说你等一下，有一个人来跟你说话。然后他一会儿他就过来了。你没有喊抓坏人？你也不知道是谁，也没有不知道。对。见到他呢？见到他我就是说我是徐锦江。我是香港演员。他是不信的。还是他都不认识哪个徐锦江。谁都说过没有，再说是十多年前。对，那你怎么说？你说什么徐锦江？那见鬼去吧。没有，他说我是香港演员徐锦江。我喜欢你，我要跟你结婚。第一句话哟，第一句话要跟你结婚，你有病吧？我有用，我天哪！你先留着自己。我以为就我有病呢，真的是，因为有人跟我说一句咱俩结婚吧，你有病吧？对不对？那徐大哥，你没有想过这次之后这人你就不可能再见到了吧？是啊是啊，就是感觉就没有，是不可能再有机会再见的。但是有时候很奇怪，就是半年以后。我们在北京拍戏，拍《飞虎外传》。那个时候有刘德华，有李嘉欣跟姜明。你说谁？他都没听说过。他听说了啊，因为还有黎明的偶像嘛，那四大天王他。那时候四大天王嘛，黎明。黎明你听说过？对。徐锦江你没听说过？然后就去看他们拍戏啊。一看那个神经病也在。没有，一到现场，他们下面不是拿着一个话筒在叫，大侠大侠，就在叫大侠，因为他在吊在上面的。他吊在上面。威亚吊在上面。威亚上面，我以为大侠吊在树上。后来我一看，哎，我说徐锦江，我就在不自觉的叫起来了。然后他。这个名字你还是记住了。对，记住了。在后来这半年当中，你还是不自觉的老在。
念到这个精神病院。你是记得这个名字了，肯定记得了。那这半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见过，没有，不知道怎么联络。没有。那第二次见完面之后就结婚了吗？还是就怎么？没有，在树上吊着呢。吊着呢。吊着呢。没聊天，没干嘛。对，他不自觉的看着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对，而且叫对了。叫对了。徐锦江，没说神经病。然后嘞？然后他就叫他们把他放下来嘛，然后他就问我帮我下去。然后放下来他就说你在北京待多久，他直接就他知道你名字了吗？也不知道，不是直接叫老婆。他也不知道，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别人惹了你怕什么吗？到教堂里讲腼腆了啊，腼腆。对，我实在不能把他和腼腆这个形象。他来就放他下来了，他就问我在北京待多久，我说还有两天就回去了。他说你回去等我一个礼拜，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我第一次见你的地点跟那个时间，然后你在那里等我，我来跟你结婚。啊，你真的有病，大哥！你对我还有药啊！你，哎，我好羡慕。你服了几片药今天？我觉得这种人好浪漫，今儿没喝药。好浪漫呢。啊，你这会儿还做出同样的诊断，这是一精神病吗？我去了。你是为了治病救人？没有，我看是真还是假。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生活当中，实在太奇怪了。一定要试一试，奇怪了，一定要试一试。对对，就是这种心态。去了以后呢？去了以后，他站在那里的。神经病，真站在那里。那你想过你去了之后就要跟他结婚吗？因为他说了，你去了咱们就结婚。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看这个人在不在。就想就跟看猴一样，我先看看是不是？不是看大侠。你真会说话呢。不是我说话，你看二哥。说豹子，你说。你看二哥，二哥那不是豹子。也不是猴，他都流哈喇子了，他一听这种羡慕的爱情，激动得不得了。没错，我感觉徐老师夫妇这个爱情，现实生活中好像不常见啊。没有。是不是？我觉得特像一个传奇。对。那下边呢，我就献给徐老师一首属于你的传奇。谢谢老师。是因为喝咖啡时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不再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间。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感激的爱情故事来实现，一见钟情天荒地老的誓言，我今生在你身旁爱你到永远。不是因为喝咖啡时多看了你一眼。好，这歌就是给徐大哥写的，太就因为这一眼就注定了永远。你说我现在这儿也喝着咖啡呢，我这看着你怎么就没感觉呢？你咱下辈子再续前缘吧。这个我相信不光我，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为什么你就觉得这一眼就看出她是你未来的妻子呢？因为以前我是学美术的，这我知道啊。你以前我画的画，我想象中的，女孩子，美女啊，就好像是我这样的，大眼睛啊，不一边，大眼睛啊，有酒窝啊，
可能就是我画的东西是这样，类似于就是说你心目中的美女这样的画，嗯，能给我们看一下？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准备了，我确实带了那真的是当年的吗？可不当年，是好久以前的啊，好久以前的了，必须就是他先有带来的，后有人，你看还能有这样的缘分，这太传奇了。哎呀，林达老师，这不是我吗？像吧，我们这幅画在当年也跟他的照片在香港的很多杂志报纸发表过，啊，让人们看一看，像不像？真的像。什么叫梦中情人？啊，和现实当中最后的老婆是吻合，确实很美。你看你来就来，你还给我带东西来，哎，这合适吗？人家人来了，啊，对不对？他老婆他留下画我。啊，这行这行。我们接着聊。这时候你本来是一种说去看看，对，看看这个精神病到底有多严重。都去看人，确实站在那儿，嗯，就拿着户口本准备跟你去结婚。对，你怎么办呢？那只有去结婚了。我听的意思有点被逼婚骗婚的意思。但是别人都拿着了，他去，因为那一个礼拜他去香港办了所有的手续过来，那些要办手续的，嗯。然后他那些律师证明呢，这一类的拿来以后那怎么办？那都拿来了，那只有去结婚了。不是，他在这一个星期之内也没有确定你要不要嫁给他，他就先去香港把所有结婚手续办了。对，一个才花多少钱？那你们简直就是先结婚后恋。对，差不多是这样。是吧？那我就想像徐大侠这样，是吧？不光是个大侠，那个眼睛还那么翻的那种大侠。他如果谈情说爱，这当然都是在结婚以后了啊！啊，刚才怎么说牵手什么，会是个什么样子？总得牵呢。我好像没怎么。哎，太坏了！什么叫来一个？来多来几个？没有，因为我们两个其实结婚以后，就那个叫什么？我们两个拍拖其实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嗯。别人可能出去玩呐、看电影呐这些没有，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剧组。他跟我两个就是什么呢，他平时他很喜欢去那些书店，像外文书店他喜欢去这些地方，但是那些地方以前我不爱看书，对，然后我就买一张报纸。多无聊，女孩都喜欢血拼，也没没有没有，对，是买书去的。没有，他去书店，然后我就买一张报纸，就坐在书店门口垫屁股底下，对，坐在门口，然后再去买一个冰棍坐在那里吃，等他买完回来以后，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我陪他去了书店，他就要陪我去逛街。不，那个以前像北京的那些什么乐园啊，游乐园、游乐场，然后去坐那些过山车啊，或者就是去这些地方玩。那大侠敢坐吗？他给我排队，然后他不坐。他有些他会坐，有些他不坐，他不敢坐。他不敢坐。嗯、没有啊，在工作在戏里头，我们整天都是飞来飞去，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哎呀，我不玩了。哦，工作飞来飞去，身上是有威亚的。对，这也要自己上去，万一飞出去怎么办？就不飞了。那生活中，比如说像徐大侠这种腼腆的表现，还表现在哪儿呢？比如害羞啊。比方说，我们两个一起在街上走，嗯，突然间一只老鼠走过，它会跳到我的后面去躲起来。嗯。真的假的？这不像了，说你第一次就跟人结婚。他跳我是什么样，我都想不出来。他那胡子拉碴一个大老爷们，哎呀，老鼠！哎，二舅，你怎么演的这么好啊？哎呀，是这样吗？对，他会怕老鼠，马上就躲在后面去了。天哪，我反应快一点，因为我整天在。你反应就往前快，就往后快。我跟你说，二舅，我觉得得考验考验他。这徐大哥演戏演这么多部，人也不错。嗯。咱们老觉得他是大侠，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行。他套路他就是这样，咱们考考他，看他生活中是不是这样。接下来要进入到天生一对的演技大考验环节，由杜静怡所扮演的豪爽女孩在相亲过程中偶遇徐锦江饰演的婉约派小男人，他们会有哪些精彩表现，现场又会出现哪些爆笑状况，我们拭目以待。
对不起，我能坐吗？我这约人了。就是我。你？我？你谁呀？是不得我了吗？不是，我月是征婚的。你真的不认识我吗？不是你谁呀你？我是建国。建国？不是我借你个单眼皮儿啊。你看看。咋的？韩国做的。哦，不是你现在你挺前卫呀、啊！我这是征婚广告，你这来干嘛来？这不捣乱吗？这不是？但是你没有说过是朋友不能来吗？哦，那是。你还记得吗？那年游泳的时候啊，我呛到水的时候，你抱住我，还跟我人工呼吸。我真的不能忘记。谢谢我。好好，你就不要说了啊，就别说了啊。你的皮肤真的太美了。太漂亮。你比我前卫，你行，我不行。我怕我不行，是不是？那个我也去韩国，等我嘎完了再找你。我嘎完了再找你。等等我，等等我呀！哎呦！大侠徐锦江的演技果然了得，饰演各种类的角色都显得游刃有余。那么银幕下的徐大侠在婚姻生活中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妻子殷祝平还会爆料他的哪些糗事呢？哎呀，太厉害太厉害了啊！二舅，他是不是可以演别的角色了？真是戏路子太宽了。是。不敢不敢。可是两个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陌生的，因为见两面就结婚了嘛。那在之后的生活当中，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呢？你们刚一开始从生活习惯上有消磨和那种吃的，吃的我吃不了辣，买东西我都是我先看了以后。他去买啊，哪怕去淘宝或者我们拍戏去很多地方，那些我很喜欢去旧货市场，古董店，反正任何时候都是我看了以后他去买。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自己不亲自把它买下来呢？不会连兜里连这点钱都没有吧？我没有。怎么可能？一个香港大明星没钱骗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哈。因为我们的有个车，他的车牌其实挺好的。有一天他去开车到了加油站，人家一看，哇，这个车牌很牛，下来的人也很牛，然后他说来加100块钱的油。你加了100块钱的油哎。因为他平时生活中他不会带，没有钱，他出门不带钱，他没有，家里零管钱，他不要，不是我管，他根本就不要，他没有这个概念。比方说买的房或者干嘛的，他都不要他的名字放上去的。然后呢，有些时候公证处的说，徐先生把你的名字加上来吧，他说都说了不要我的名字，你放上去干嘛？然后所有的银行的卡我是主卡，他是附属卡。啊！天哪，这样的男人哪找啊？好啊，好啊。对呀、啊，这一集要给我老公看一下。那么有没有就是说他看好了，但是价钱要如果他出面就太贵了，于是乎你过去砍价？有，你会杀价？我有一次，他比方说很简单的，他看了一个洗毛笔的那种一个罐，笔洗一个罐，大概当时是300块钱，那个人叫300块钱，我就问他有没有便宜一点，我就跟他讲价，跟他聊天，他说我看你这么诚意，我就给你打折吧，298。啊！天哪！对，就298。哎呀，你可太值钱了。你出面还加上那么多的话，就值298。可是说我之前看一那个电影，特印象特深，二舅你看过吗？什么？那九品芝麻官里边的，那豹子头，杀人拎着那人嘚
就走过来，全是血那个，嗯，特别的豪气。生活中徐大哥是这样吗？连买东西他都不敢买，他不是这样。不要说杀人了，连杀价都杀不下去。哎，那他就没有生活中跟人吵架吗？或者是吵架比较男人那种？吵架也得你出面吵吗？基本是，打架都是我出，真的假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我有点明白他为什么要娶一个姐夫了。找保护呢是吧？怎么吵架？说说刚刚讲到我们到无锡拍戏嘛，嗯，这个讲起来是九几年了，嗯，九几年，然后我们去看那里很多紫砂壶摆在那里，然后那个进去的时候，店主就告诉我说，下面这些从这里以下的，都是10块钱一个，因为是九四九五年很早了，嗯，下面就10块钱一个，上面的就会贵一些，嗯，那好，因为冬天他就配了一个毛毯，然后他就去拿手去拿上面的。那个茶壶，嗯，谁知道那个毛毯一扫，下面10块的那些茶壶一片就掉下来了。哎呦，对。当你掉下来的时候，那个店主就告诉你了，这个不是我开始一算，我就说掉下来没关系，10块一个嘛，就数嘛，给你多少钱。你掉下来以后，店主就不这样说了，他这个下面的就开始坐地起价了。啊，那你肯定心里就不服嘛。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记不得了，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在骂我，你知道吗？我说你怎么会骂我？后来他就说我没有骂你，或者。反正两个人就开始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说：“我说你出去，你不要在这里，你出去，我叫工作人员把他带出去了。”然后一个人来，你就走，我就基本单调，基本这个概念。然后我就跟那个人，就跟那个店主就打起来了，就抱着他那些一盒一盒的那些茶壶，他好像是好像一拳给我打过来嘛，还真打，对，他真的打。然后我就拿着他的那个茶壶抱起来一盒，就从他的头上扔下去。哦，不是，那店主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我就跟他打起来了。嗯，打起来以后，剧组的人还有在里边的人就把我们拖出去。我记得当时是3个人才把我拉出去了，我就叫他们不要他进来。人找的不是老婆，是保镖。我的天哪！徐大哥，我听说你这个如果要上街买东西或者干什么，自己从来不手里不提东西，都让他提了着，是不是有这事儿吗？这就不对了吧？对，是啊，真的是这样。哦，包括不是蚂蚁姐啊，包括我的身边的团队啊，工作人员都是。不对，我看他们都觉得我看在《西游记》里那担子都是你挑着，怎么到自己家里到底就他挑着了呢？他们都觉得我太。过分了啊，特别有时候在公众场所。嗯，其实我受过伤，我腰拍戏受过伤，我颈椎也受过伤。每天下班以后都去医院拉那个牵引，每天拉。嗯，因为那你就是椎间盘已经突出了。对呀，对呀，对呀，但你不拍不行啊！那段时间真的整个剧组都等这里，我都靠打针来。明白了，所以你说的就是说。因为原来腰受过这样的伤，对，所以不能提重物，对，是吧？就医生说过嘛，这任何动作都要注意。是，所以我们只好就让他帮着提一提。那个外女儿啊，来，二舅这腰也不好。你来二斤麻袋，直接扛进去得了。你看他们之间的这些事情啊，看起来都是相互有关联的，这么多年，嗯啊，谁有什么伤啊，谁有什么爱好是。他都是很默契的，是，嗯，哎，那咱这样吧，嗯，二舅，咱接下来进入咱们天生一对的默契大考验，看看他们俩生活当中默契不默契，光说不行。那怎么考验呢？咱们这样，咱玩一个大家都爱玩的，你比划我来猜。哎，那肯定。咱说这四字成语，肯定不会。其中一个人来比划，然后另外一个人来猜这个成语是什么。这个好玩。咱俩一个玩。咱俩能默契得了吗？咱们搭到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看看咱俩默契好不好，如果不好就把您换了嘛。好，接下来接着我们天生一对默契大考验。默契十足大考验全新企划之你画我猜，主持人和嘉宾分为两组进行比赛，一人负责比画，一人负责猜，猜题越多者即为胜。那么两位嘉宾到底能猜对几道题呢？他们有没有可能赢过主持人队呢？答案马上为您揭晓。好，接下来到了我们天生一对默契十足大考验了。我们这个是这么玩的啊，玩，
我们这边呢有若干的数字成语，我们那个镜头到时候能看得见，那你们看不见。我们是看不见。我们这边呢给你们那边比划。嗯。你们也可以问是什么，我们这边不能说话。你只能答是或不是。对了。不能说别的。好吧。好。四字成语，就猜吧。但是我们是主持人队 PK， 嘉宾队。对，我们先从嘉宾开始。好。好吧。嗯。那李老师，你来比划。我来比划。你来比划。两分钟。计时开始。过这个小孩子，你真的，下一个环节，这就过了。过。下。哇。油。油。龙还有一个什么？在真相里面，龙还有一个什么字？蛇。化雪天珠。也是画，画虎冲天。这个也行。聚，看，杀，嘟嘟嘟，杀鸡给猴看。杀鸡取，杀鸡取蛋。杀鸡在神。老师说我们最干嘛的？哎，这不能说那么多话。我说老师，你们不能说话。我说是和不是。杀鸡干嘛？杀猴。杀鸡，不要老师了，我不知道杀鸡。杀猴，杀猴算了啊，过了。杀鸡算了。杀吧。杀死墨下。是 OK 的，还没对，这个是可以说话，但是说一个字。麻人落下，听发发，听，鸡爹叫，问什么题目？文字题目，文字题目，五感官。五百块，我怎么？他肯定不是，这不是五百块这个。人呢？人呢？啊，一个。对了，一二三。四面佛。四面楚国。啊，四哥。哥，你佛是这样吗？我已经失败了，在这里。如果算上这个四面楚国呢，就对了四个。啊，我叫五个。五个。如果不算的四面楚国的话，应该是四面。老师算五个。那我啊。求签老师。哈哈哈哈我觉得你猜吧，因为这成语我好几个都没听过，我怕你比划我也猜不出来。那您帮我回答我那个话。你肯定干这事儿，你干什么？事儿我不认识我。准备开始，枪林弹雨。这个，真硬汉。黑夜，疯子跳舞。怎么来着？劈叉大跳。劈叉大跳吗？刘翔，哦，这个，猴子捞月，谁呀？叫什么？什么月吗？这个猢狲，猴子还叫猢狲呢？不是，猴子还有什么？猩猩，对，各种猩猩叫什么？叫类人猿。不是各种这个，猕猴神兽，这个老子，小偷小摸，小人，好，贼喊捉贼，做贼心虚啊，这个，嘿。暴走族，暴走一族，暴走族不是我，在干嘛？铁马摩托车，这是上个东西，但是底下这不是，底下这是那个铁马，老太骑驴，
武松打虎难下。啊，累死我了。你别光弄那个，你弄个虎过来。傲了吗？傲什么傲了？这虎能这样吗？这还加油了吧？你倒是时间到了吧？队长，队长，队长，快接过来！造黄衣，你什么月黄？啊，疯疯癫癫，神志不清，一边气。最后一个是得意忘形吗？这是得意忘形啊，这个。哎，真的很难受，我觉得怎么做的得意忘形？送你四个字，忘了不要。您这个就别举了。这箭不如飞，你怎么？你怎么？我还以为你是那卖，我说今年我都破了，我都炸破了，我还以为你是那玩意儿。替他大冲，受不了了，咱这多简单，你连个个都像神经病，得意忘形，不然得意忘形怎么表现？我问你，你那样烂醉烂醉如泥也是那样啊？那得意忘形怎么表现？得意忘形啊？好吧，好了，我败了，那就是我们的徐老师嘉宾组胜。在默契大考验中，两位嘉宾的配合堪称完美，并最终战胜主持人，赢得了胜利。那么默契十足的两人在生活中会因为什么问题产生分歧呢？硬汉徐锦江又为何突然泪洒现场呢？哎，这是多少年了形成这样的默契啊？二十年整啊。天哪，九三年到，可不嘛，二十年了，就都一直这么默契，二十年当中就没有俩人吵起来的时候。我挠人。豹子吗？对，豹子，因为打过。为了孩子会。为孩子会。对，为孩子会。哦，所以教育问题。对对对。观念不一致呢，还是某些当爹的就不怎么管啊？观念。观念。对。什么样的观念差异？比方说，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时候就是要给他很多鼓励。嗯。但是他的概念就是男子汉就不应该给太多，放下出孝子。他基本上有这种概念。真的假的？啊，不对，我都没动过手。没动过手吗？试过一次。那也是很严厉的，是吧？试过一次。给我们举个例子，他严能严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有一次他送孩子去同学家。嗯。然后在到同学家的路上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要写一篇作文。但是我现在记不得他要叫他写哪篇作文了，孩子就说，那爸爸你可以写吗？就问他，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在开车，顺手一巴就给孩子打了，那孩子就哭了，哭了以后他说他自己也很难过，他自己也哭了，然后他就说，你想爸爸怎么做？孩子说，爸爸，我觉得我的要求一点都不高，我只想你像别的孩子一样带我去别的孩子的家长一样，带我去一下公园去玩，带我去爬一下山，其实我的要求一点都不高，孩子给他就这样跟他讲，啊，所以他当时他也哭了，他也很难受，所以经常不陪孩子吗？因为工作嘛，没有时间陪他们。以前是，这两年就好一点，因为我决定他暑假我就不拍戏，这希望有时间多点。陪他，以前真的他满月我都在剧组，就觉得他的成长过程我很小在他身边都错失了，对，所以我现在又有点后悔了哈。吃醋啊？怎么吃醋啊？我平时看到如果上街他会拖住他妈妈，现在长大了还会搭住他妈妈肩膀，就像兄妹一样。他吃东西也好，聊天也好，喜欢跟他妈妈聊，我就好像都是变成外人了。人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你想以后我老了，孤寡老头子没人管了。我就觉得看人家娘俩关系那么好，对，
觉得自己是一个跟在旁边的第三者，对，落寞。我们来看一张，看张照片。照片啊，哎呦，哎呀，就是这么大了，你看。是。这边这是儿子，这边人吗？这哪像啊？怎么不像？怎么像偷拍的呢？他就跟在后面，我只能在后面，我只能跟在后面。这是您拍的？哎呦，这是偷拍的。对，我只能拍背影，你看。怎么扭转的那个？看着人。慢慢贿赂吧，慢慢重新跟他交朋友吧。是吧？这个有点难了。有点难吗？你想听听孩子对你怎么说吗？孩子来了吗？对，你们回来。我们今天其实把你们的孩子也请来了现场。啊？不上课，上课。他是上课，我没说把他自己请来现场。嗯。而是把他请到了这里。啊？我们来听一个。回去啊。祝我爸爸身体健康，多注意休息，做事不要太执着，遇到烦心事不要放在心上，一笑而过，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凡事不要太执着。对，他在劝他的爸爸。徐大哥眼眶都红了，一个大侠，一听到儿子的声音就会流眼泪，是不是因为我没当妈？我不知道啊。为什么一提到儿子，您就这么大的一个感触呢？这个刚才所说的，我真的没有陪他，成长。我拍《倚天屠龙》的时候，我也受伤，我脸上弄破了，就是一刀砍过去，因为我翻着白眼，我看不到刀来，这里破了，缝针缝得很好，所以他那时候会走过来，那时候还像这么小。他会跟我说：“爸爸，你还疼吗？”我觉得儿子会看到您脸上有两条非常深深的疤痕印记，一条是被刀砍过的刀疤，一条是您微笑的嘴。所以我相信儿子会以您为骄傲的。二哥怎么样？二哥做父母了吗？差点掉下来，你也差点掉下来。我想说两句呢，就是更想跟那个电视机前的这个徐大侠的儿子说一句话，就是也许你不太理解，有时候你父亲的所作对你的，其实他一直在默默地向你奉献，长大了你自然就会明白了。那么下边呢，我把这首歌献给徐大侠的儿子。这歌叫什么名字？只有你父亲对你的一个。特别的感谢三元食品对于本栏目的冠名支持。是爱要有你才完美，天生一对，由杰利亚特约赞助播出。同时欢迎大家登录本栏目首席视频合作伙伴乐视网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天生一对，下期再见。